麦当劳的儿童套餐是许多孩子的心头好，不仅能满足小孩们吃薯条炸鸡的愿望，还能得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。最近麦当劳儿童套餐的附赠的 Step It 腕表被公司召回，因腕表有可能对佩戴者的皮肤造成伤害。这款腕表名叫 Step It， 是在8月9号到17号推行的一款记录儿童活动的工具。据悉，麦当劳公司在美国召回2900万该腕表，在加拿大召回360万只。佩戴该腕表可能会让皮肤出现发红灼热的现象。目前麦当劳推出了两款腕表，一款叫做活动记录仪，材料是塑料透明的，分为橘色、蓝色和绿色。腕表拥有一个电子屏幕，可以记录小孩每一步和其他活动数据。另一款叫做发光腕表，也是塑料透明材质，分为红色、橘色和紫色。小孩每走一步，腕表就会发光闪烁。在70名用户声称佩戴腕表造成了皮肤出现疱疹过敏现象后，麦当劳公司开始在北美召回这款腕表。据美国消费者产品保护委员会发布的声明称，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使用该腕表，并将它们送还给麦当劳公司。麦当劳会免费为儿童替换一个其他玩具，并赠送酸奶和一包苹果条。